我是毛德华，我在张掖，我在甘肃，我在甘肃张掖，我身后是张掖站，我准备坐车离开张掖去兰州，顺便带大家看一下张掖站是什么情况。我们走，这里就是张掖站，前面是站前广场，这里有个招待所，招待所我们今天就不坐了，我们要赶快溜离开这个地方，去前面取个票。我们坐的是火车普客，感觉要取票才能进站，往前走，看一下哪里可以取票。看到路口了，由此进站，我们就往这里进站，人很多，得尽早去排队。走进来了，这里是由此进站旅游专列，往前走，走进去，安检结束，进来了。这里就是张掖站，这里是刚进站的地方，这是安检口，这里是候车厅，我们等会儿车。今天这个晚点情况有点严重，我们坐的车晚点了，就是我们至少要在这里多等一个半小时才行，非常遗憾，但是没有更好的办法，等会儿吧。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坐过这种普通火车了，所以也没有感受过这个普通火车的晚点，第一次碰到，还是非常尴尬的。但好像又没有什么办法，我们只能干等。检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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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要检票进站。一万个了，有一万个了，进来了。我们坐的是八号车，就这个敦煌到北京的八号车，就这里，上车，走。已经找到我位置了，这是我的双肩包，这是我的一瓶茉莉花茶，窗外是一个老哥在看着火车走，不错。好的，视频结束了。